噔噔噔噔，小千学乌克丽丽满半年了，耶、小千除了上课的时候，平时也会上网找一些日文的乌克丽丽影片来看。今天要来教大家两个跟乌克丽丽有关的日文，首先是琴格的日文 Huletto。如果想要说第一格琴格，只要在前面加上数字即可，1 Huletto， 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第二个要教大家的单字是封闭和弦。话说当初学乌克丽丽的时候，封闭和弦真的是让我非常挫折，不过因为太喜欢乌克丽丽了，所以我有努力克服。封闭和弦的日文就是 seha， 如果要用在动词，只要在后面加上 shimasu 即可， seha shimasu。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